各位聚财网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南宪。那我在聚财网啊有一个专栏，那我在我的部落格啊，奇摩的部落格，以后相关股票的东西我会全部移往聚财网，然后会写在聚财双周刊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，不管是股票、期货、选择权，然后基金啊，或是房地产啊，对。都有可能会写在聚财双周刊里面，然后跟所有的投资人一起分享啊，也感谢说有去上课的或是有买书的对我的支持，对啊，非常谢谢大家啊，希望大家能踊跃订阅聚财双周刊，然后参加抽奖，所以也祝所有的投资人都操作顺利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